好卡哎、欸！你们别进游戏卡我，真的卡。跳向十，还跑马拉松，上车的那种。队列没了，哎，你都不回头看的吗？差点就打中了。这个人简直了 ，PC 当手机玩。等八秒，秀完一台空姐，别啊！这个时候弹广告很。我很尴尬的、哦，二挂了，好气呀！这个广告。救不到了。然后这边三连电击去守一下，这边会有人来救的，祭司。然后就是他要打洞了，他哪去了？好远啊！我想把空姐的怀表骗出来，我去抓魔术师了，拜拜。我要把空姐怀表骗出来。我说谁干嘛呢？然后空姐摸好，这边，有那个。拦截一下，两个人。
你傻的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技？不然能打那个？我现在怕那个祭司突然打了个洞，把那个魔术师给捞跑了。我要守一下。 界蠢蠢欲动啊，绕过来了，我操，何必呢？这都敢开呢？ 桥喽，求生欲极强，哎，无所谓了，敲诈了。 电机是可以开除拉锯的。我猜那个盲女知道我的方位，她要回去修，所以我要去回去。别撞！我是个前锋，前锋在墓地，盲女在这儿。 然后调香师会过来救。 然后给前锋，有那个接，同样是打个赞，快去捡。哎呦，有点远。
前锋是被摸起来的，摸死了！哎呀，我去！ 哎呀，我失误了，难受。皮。 不是这么皮的吗？你当我剃了刀？开玩笑的。 完了，我膨胀了。 干嘛要打个气刀啊？我丢下来打不就行了？前方还有怀表呢，整个天气啊！前方应该没球，所以我可以拦截一下。 这个分身，他肯定要交的。这边卡位，我要有闪现就好了，闪现我就闪进去。他钻进去了。
前锋直接走吧。不是提前是修这台吗？哎呦，完喽！哎，我真手了。突然哪里烦了？还差很多，抬了个狙，免得他开球撞我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又他啊？自己也有想法，他在等，应该要挂到死。接石飞，然后就是魔术师现在在摸前锋，调香师在修电机，然后还差一台，前锋摸起来，魔术师去补，不是二院的，然后。我躺啊，那你们最后一台怎么办？魔术师干嘛去了？魔术师也不修电机，你也不摸人，那他干嘛去了？那这边魔术师有问题啊，逛街了。不按照套路走的话，那他们是稳输的。我是想救人。在小木屋。然后调香师就补军工厂的。我是再救一波。装一个推进器吧，我这边抓前锋。没必要了，两个人都死了。调香师此时在补完了，那最后一台是集装箱，然后调香师现在肯定不敢修人王机，找地道去了，不着急挂吧。我捡点推进器，然后再去抓人。沿着边缘走到小木屋了。
那魔术师起来，看他修不修，应该是修集装箱的那一台。 修的话，那我再推一个天行器，这个板踩了，狗地窖了吧？这大房子亮了。 工艺吧，找个工艺开局拉锯。应该是听见了，听见我从那个鬼屋里面拉出来了。然后这边应该是调完十二，不用管。 按打完完去，然后这边应该是祭司，不是祭司就是佣兵，不用管，别捡天气，那个天气会启动，没必要。然后这边是佣兵，佣兵失误了，那就锤他一下。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脚印，那就是机械师也在这儿。 在吗？这是娃娃。祭司在，祭司在二楼。 跳出去了，这边这个钻头必须给他打上，不然太亏了，不想给这个娃娃打了个受伤然后走，然后这边闪现直接交了吧，打了个受伤。 看来没必要。 那娃娃没用，没多少耐久了。他这边修不了电机，就娃娃就没什么用。挂着。佣兵是被祭司弄好的。佣兵要过来了，一个祭司，一个佣兵，要么这台是娃娃。贴连手了。 然后这边打佣兵，然后再装个天气走。二挂，过半血了，还差一台。 机械师，然后这个是娃娃，然后这边还差一台，然后这个人看他救不救了。哎，是真的恶心，是我直言。
哪儿的佣兵？其实搓宝贝，这是个祭司，佣兵挂了。 在那边炸点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祭司打了钻，祭司没有，祭司挂了。好像是应该是抽了根宝贝。祭司打钻让他地上躺着，然后这边肯定是优先救佣兵。 到了，没护臂了吧？不着急打他。 祭司先死，然后再次挑战师死，祭司秀不动，佣兵地上躺着吧。 着急啊！再打个钻，然后我回去挂佣兵。祭司没自愈的，自己起来的。跑马拉松了，这边应该聚不到，他不敢钻洞了。你敢钻吗？还真敢了。 有啊，他有香水啊，所以回血了。紧个推进器，我再来锤你。别激动。
魔术，老板加速了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不着急拉锯。 到这边去了，曼凡下去了，应该装个定义器。 写29了，救不了了，三连。 直接强迫他救人。 这边把两个人都挂了，好像是要过来的。刚才没有脚印，我是点完这台电机，想修润滑机，他没修，他不敢修，他在附近呢。这个没必要看脚印。
没封印啊，有了，解封，还有一个人。 撞的不是特别久，稍等一下。啊，这边我张狂出来了，不想让这个人加速啊，加速没了。 翻版加速又有了，怎么没椅子啊？ 杀他一次无所谓了，我全部挂了。 打了钻的，先到这边。 看救不救？残血的祭师，满血的魔术师。我这边平 A 吧，天气是给前锋的，他球还有很多。死了，摇下来。 杀你一次！剑士摸好了，在这个方向，杀到娃娃。 打娃娃，让他救了，刷血掉，然后再给他来一刀，还差一台电击。
我师傅过来救我，缺钻头啊！没钻头，装天气吧，走了，先捡东西啊。 是错宝贝了，结石现在全速射击，找找箱子的刷点就知道它在哪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拖拉具好恐怖啊！ 应该是有人狗二楼了，心里面住在设定七，哪段？ 对啊，刚飞，这人肯定是到二楼了。哎，这个钻头应该是锯到板子了。还有一次。 要加速了，跳出去转不了点，应该死了。 贴的边缘往左走了吧，看见脚印了。